主裁判王哲一声长哨，双方上半场的争夺已经开始。各位球迷朋友，您收看的是乐视体育为您带来的2015年度足协杯决赛第二回合，由上海绿地申花在主场与江苏国信舜天的比赛。比赛当中往往是举足轻重，有了，哎呦我天哪，滑门而过，这个皮球啊速度非常快，甚至你没看清楚是打门柱了还是打门将了，形可以啊。哦呦，打门将身上还是门将站位比较好啊，是封住了近角。嗯，这个王云这个脚法也可以，是吧？嗯，这球啊有点可惜，没有顶上力量。失误呢，得手啊，舜天的射门次数多一些，所以呢比赛走势啊还很难料啊。来了，莫雷诺外脚背扯走，哎呦我天哪，这球不进，曹云定机会插进来，看看看后插没跟吧？你看左脚外脚背、哎、这一神奇的一扯，谁没跟我告诉你，就是这左前卫，我不知道是孙凯还是吉祥，这一下没跟，我认为就夺冠讲实时啊，申花队劲儿上来了，内切右脚大门，打了一个近角啊，稍微偏了一点。你看啊，莫雷诺不高兴，不是莫雷诺不高兴，原地看着，是那意思什么呢？禁区里有人，你看见没有？我用眼神杀你。卡希尔呢是一个红脸汉子，两边啊有点此消彼长，是吧？对，你呢？好的。哎呦，转身，转身，大门，好的后卫，漂亮的后卫，李建斌，又是李建斌。李建斌的这一次啊，飞身堵枪眼。可以让人们把他所有的愚蠢都忘掉。走，长传打身后，第一点争到。这球啊，领得多漂亮！啪！这个淘金啊，转身又慢又偏软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。哎，吕建斌呢，短时间内一个飞身堵枪眼，一个就是挺身堵枪眼，啪！你看一下这个送出去真好的，好的，嚯，好的，穿糖葫芦，卡住身位，漂亮。继续走，接力了，护住球，传出来打门。哎呦，这是卡希尔吧？这发了威了啊！卡希尔，刚去，但是还是欠一些呀、精细。你看看，蹬巴巴高山小回转，把对方啊全部给佩斯库那意思，就好像已经闻到香味了啊。说再添一把柴火，哎，可以接锅了，就接锅了，是吧？但是好的，看看申花这边来了，又一个点，一个点。胸部停球倒挂，哦，漂亮，高了一点，高了一点。哦，孟巴巴说还是之前那个问题，觉得中超的球门呐、这是人性啊，这不是说中国的。好的，进去了，有绝杀没有？哎呀，滑门而过呀！曹云定，他是要传，他是要传。不是，他已经做的不错了。这谁呀、这是这后卫，收啊。孙可也没劲儿。外脚背传他呀，没办法。奥德森说来人了，赶紧跑。好，就是分钟规定时间，常规时间还是0-0。零比零。加时赛上半节开始，那么根据规则，在加时赛客队进球啊，无所谓这个客场进球。是的，对。邓巴巴，又身体素质啊！你看这身体素质，我说了粗糙一点，但是它有效。对。这个球，人行对球的落点判断有问题，他往前冲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发现不对，又往回跑。又是王云的传球，今天王云是比较注意打身后，直接找邓巴巴的。有一个滞空，身体素质真好。是、转移，莫雷诺真的跟不上了。萨米尔，萨米尔神奇的换人，这个等于是萨米尔跟埃斯库德罗最后的配合，就彰显出小佩比赛中有设计。嚯，不好，你看啊，再来看啊，再转移到左路，转移到这边，哎。按说二加一啊，问题不太大。这一转身出了奇迹，敲一个二过二、哦，还穿了裆啊，好像打了裆下传出来是吧？对，打了穿了裆。看啊，莫雷诺推，
哦，穿了王晕的裆了，穿了王晕的裆。李建斌啊，这个时候飞奔而来，已经啊来不及了，鞭长莫及啊。这个球停一下，对远角，哇哇，头球攻门！哎呦我天哪，这球没进！是谁啊？萨阿斯库德罗在门线前解围。哇天哪！嗯、反击，萨米尔！哇，这有点欧冠的意思了。对，萨米尔！科雷斯了！哇，漂亮！这球他要倒了呀，可能能给张红牌，也就禁区外的一个任意球。对，但是能给张红牌，他没倒。对，百家俊这时候铲得很正确，对他完成了射门。嗯，啊，埃斯库多，你说守两个门柱啊，有多重要？对，而且你看啊，埃斯库多罗他救险以后啊，他一点没说吓一跳啊，惊慌，马上他就想着反击。说我在这儿，对，而且小左脚，你看啊，当对方射门的时候，他就左脚已经，他没有，他要是啊，主裁判又是予以黄牌警告。两，哦，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在2015年度足球会合，在上海的虹口足球场，江苏舜天经过120天，对方啊全部给佩斯库，那意思就好像已经闻到香味了啊，说再添一把柴火，哎，可以接锅了，就接锅了，是吧？但是好的，看看申花这边来了。有一个点，一个点，胸部停球倒挂，哇、哦，漂亮，高了一点，高了一点。哦，姆巴巴说还是之前那个问题，觉得中超的球门呐、啊，嗯，这是人性啊，这不是说中国的。好的，哦、进去了，有绝杀没有？哎呀，滑门而过呀！曹云传，他是要传，他是要传，嗯，不是，他已经做的不错了，嗯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后卫。收啊！孙可也没劲儿。嗯。外脚背传，他呀，没办法。嗯。奥特森说：“来人了，赶紧跑！”好，就是分钟规定时间。主裁判王哲一声长哨，双方上半场的争夺已经开始。各位球迷朋友，您收看的是乐视体育为您带来的2015年度足协杯决赛第二回合，由上海绿地申花在主场与江苏国信舜天的比赛。比赛当中往往是举足轻重，有了，哎呦我天哪，滑门而过，这个皮球啊速度非常快，甚至你没看清楚是打门柱了还是打门将了，型可以啊，嗯。哦呦，打门将身上还是门将站位比较好啊，是封住了近角。嗯，这个王云这个脚法也可以，是吧？嗯，这球啊有点可惜，没有顶上力量。失误呢，得手啊，舜天的射门次数多一些，所以呢比赛走势啊还转身。阿坦森大门，好的后卫，漂亮的后卫，李建斌，李建斌，李建斌，又是李建斌。李建斌的这一次啊飞身堵枪眼，可以让人们把他所有的愚蠢都忘掉。走，长传打身后，第一点争到，这球啊领得多漂亮，啪，这个淘金啊转身又慢又偏软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。嗯，哎，吕建斌呢短时间内一个飞身堵枪眼，一个就是挺身堵枪眼，啪，你看这个送出去真好的，好的，嚯，好的，穿糖葫芦卡住身位，漂亮，继续走，接力了，护住球，传出来打门。哎呦，这是卡希尔吧？这发了威了啊！卡希尔，去，但是还是欠一些呀、啊、精细。你看看，登巴巴高山小回转。间，常规时间还是0-0。零比零啊！加时赛上半节开始，那么根据规则，在加时赛，客队进球啊无所谓，这个客场进球是的，对，哦，邓巴巴又是身体素质啊，你看这身体素质，我说了粗糙一点，嗯，但是它有效，对，这个球人行对球的落点判断有问题，他往前冲了你知道吗，然后后来发现不对又往回跑、嗯、又是王晕的传球，今天王晕是比较注意打身后直接找邓巴巴的，
有一个滞空。嗯，身体素质真好。是。转移。欧莫雷诺真的跟不上了。哦，很难料啊，来了莫雷诺，外脚背扯走。哎呦我天哪，这球不进。曹云定机会插进来，看看看后插没跟吧，你看左脚外脚背、哎、这一神奇的一扯，谁没跟我告诉你，就是这左前卫，嗯，我不知道是孙凯还是吉祥，这一下没跟，我认为就夺冠讲实时啊，申花队劲儿上来了，内切右脚大门，打了一个近角啊，稍微偏了一点，你看啊，莫雷诺不高兴，不是莫雷诺不高兴，嗯，莫原地看着，是那意思什么呢，禁区里有人你看见没有，我用眼神杀你，卡希尔呢是一个红脸汉子，嗯，两边啊有点此消彼长是吧，对，你呢跑的，哎呦哎呦